Yo， 大家好，第二十六届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，澳门国际品牌连锁加盟展2021葡语国家产品及服务展澳门，一起来个三展联动，双线融合。看下个开幕式先，简单得嚟有意义，有意义得嚟仲好安全，个个都自觉戴口罩，防疫措施做到足啊！除了线上线下展会之外，还有展中展。原来在第26届 MIF 会场以展中展形式设置了2021中国中医药健康澳门品牌展览会和2021科技周期科创成果展，为科技和中医药元素搭建跨界合作平台，加强产业联动。2021 MFE除了有连锁加盟展区、美食街、IP 授权展区外，还有一站式企业支援专区和品牌孵化专区，协助本澳企业升呢，继而在粤港澳大湾区扩展业务。因应疫下新业态，2021 PELPEX 提供代参展服务，为嚟唔到的葡语国家企业和展商展示实物商品，令在场客商可以亲身闻到、摸到、睇到商品，更易去促成交易。嗱，今个周末，澳门威尼斯人会议展览中心三展约定你。